全村的男人出口非洲赚取外汇，留下这一农一虾负责在家保卫，半年多把我俩弄得心情疲惫，跟这帮妇女打交道，总结之后就俩字儿：太累。到了，哎呀，我听着了，这家伙。嗯，那家吃豆包吗？不吃，忙着呢。哎呀，看来你真没拿我们俩这个豆包当干粮啊！告诉你们，非洲那边来信儿了，还有东西，走吧，咱回去。哎呀，别讲，干啥？啥信儿啊？信在哪儿呢？那信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信在道上走着呢。废话。不过捎来的是口信儿。哎呀，口信儿，我可以嘴对嘴的向你们传达。哎呀，我的妈呀！你瞅你那模样，啊，还嘴对嘴的传达，你能看见嘴了吗？你。说话严肃点行不？我告诉你，马连粉，今天我正式向你通告，你今后不要跟我无理取闹。我这个人为人向来低调，如果这样下去，咱们村将来就会烂套。哎呀，这叫啥嘴？我来姐夫啊，说正事儿行吗？是的，正事儿。在那个，给拿对联你不要吗？好，把对联拿出来。啊，这是我量身亲自泼墨给你们书写的。啊，我看看啊，我瞅瞅。这买卖兴隆通四海，谁的？孙家小铺的，来你。小铺，就马上接上。春风杨柳万千条，这谁的？马连粉的。呀，马粉，小粉家。东风送暖花千树，一枝红杏墙里开，谁的？李红杏的。哎呀，这是我家的。哎，姐夫，不对劲儿吧？那红杏都是出墙外，你怎么整墙里去了呢？告诉你，必须在墙里。村支书带领你们的男人在非洲干工程，如果你们在家红杏出墙了，我们俩对你们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一只红杏必须要墙里开。嗯，对，好吧，也就咱俩这人吧，也瞅你俩那样，是不是？是我们俩再三合计，村支书委托我们留守，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我为人端正，从来没有过绯闻。嗯，龙三儿至今40多岁没有找过对象。嗯，小时候还被驴踢过。嗯，基本就算是个废物。我觉得留下我们俩正是合适。嗯，你想，我们俩在家，非洲那帮男人放心；我们俩在这儿看呢，你们闹心。是闹心。嗯，哎呀，你瞅你俩那个样啊！也就咱家那老爷们相信你们吧，你可说正经的得了。不咋的呢，你瞅你俩那模样，你说正经的得了。好吧，坐下。开会呢，开会。欢迎领导讲话。首先，由我原小的会计，现任第二村民小组代理小组长赵有才致新春贺词。亲爱的留守妇女同志们，大家晚上好。瑞雪纷飞花枝俏，新春佳节要来到，在这里我受村支部书记和所有离家出走的在外做工程的男人们之委托，向你们全体留守妇女致以亲切的新春问候。在过去的一年里，哎呀，别念的不完不行啊，你听着多闹心。你说可不是咋的呀？别念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和龙戴个破眼镜，你说装什么文化人？你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哎呀，姐夫啊，小样，对付你们这帮妇女
没有两套设备是不行的。你来点干的。行，这样吧，把眼镜还给我。来，先戴上啊。龙三，啊，发卷子，问卷，调查。啊，上厕所啊？啥玩意儿？卷子，你说话大点声不行吗？啊，你要这么说，我不就听到了？这跨州呢？看着没？此处无声，还胜有声。别包了，都该写啥写啥啊！这写啥呀？这事儿写啥呀？过年了啊！看看你们家谁缺啥少啥都写上。缺啥？你能解决呀？当然了。我家缺老爷们儿，你行啊？缺老爷们就只好等待吧。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等。你说啊，这旱不旱跟你有啥关系？反正啊，我就知道居家过日子，没有老爷们那活没人干。你们这帮妇女应该要有良心。这一年来，我们帮你干多少活？别人不说，胖丫下地干活脚崴了，我们龙三一气给抱到乡卫生医院，最后都做病了。一个多月胳膊就回不来了，我胳膊真呆得劲儿，是最后让我一脚就给踢回来了。还有李红杏家夏天打井是我亲自看图纸把活干的吗？你可拉倒吧，你不提这事儿我还忘了，人家我那是打井，你给我气个烟筒。还是啊，图纸看到了吗？后来我不给你改成水塔了吗？要不然咱们村怎么能提前吃上自来水呢？行了，后功夫说眼面前的得了。好，缺啥少啥说说。哎，姐夫，你说眼面前的，说吧。那咱家这小卖店现在开始进货了，那没人进咋的？我进。说还谁有啥活？你家辣沫缺头驴。缺头驴我。你们家不是电磨吗？那坏的。啊，可以缺头驴。我行啊！你看着吗？耳朵不好倒有个好处，啥活都敢接。严肃点，干啥呢？开会呢？这种龙三就这点好，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样啊啊，这个他们家母牛要配种，你先去到花牛圃村，他那有种牛，把这事办了好吗？我行。我说你怎么老你行呢？行。好，现在进行第三项，发放你们男人给你邮来的礼品。礼品？礼品？龙三啊，求礼品。喝水呀。啊，你要这么说我就听着了。看见吗？此处无声，更胜有声。哎呀，拽的。这谁的？这个是丁立梅的。慢。这是委内瑞拉拉毛微博一条。给我。这个我看这个啊，这谁这？这个是马尔他矮样马皮小马靴，谁的？马连粉的，你丈夫捎来的。哎呀，这挺好。这个可尊贵，李红杏的。啊，这是我的。这是你丈夫给你捎来的。谁喜欢？尼加拉瓜泥料坎肩 MTV 非洲铁岭产的。请你收下。谁稀罕这破玩意儿？咋不乐要啊？不乐要给别人，给我拿来。这家伙是，东西都发完了。有我的没有？你的暂时那边没有正大型号。这样吧，我用麻袋给你毁个坎肩吧。给我买啥了？啊，行。哎呀，耳朵不好使，该是多么的快乐。呀，我要办大事啊。啥事？来信了。啥？来信了。哎呀，啥信了？这邮递员刚送的，什么飞哪儿的？非洲的，还飞哪儿？啊，对，飞哪儿？哎呀，这飞哪儿？快拿去！快拿去吧。想听吗？想听。老老实实给我坐好。快！哎呀。挺长一段的，给我拿个凳儿。来。
尊敬的老赵会计，你辛苦了，没提龙三啊。行行，向留在村里的妇女们、孩子们问声春节好，真想你们呐！转眼间离开家乡快一年了，刚出国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我们到了万里之外的非洲，才知道想家。这里的人非常好，没到非洲之前我们还不知道这里，他们非常富裕，大街上你看的男男女女一骂都是烫头。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出生前他们就把头烫好了。我们在这边挺好的，不要牵挂，我们在这里是外国人，是中国人，我们非常受尊重，和当地的非洲人处得可好了，我们已经跟他们月月有关系，月跟他们啊朋友关系啊，这俩月写飞了啊，我们跟他们是朋友关系，是朋友关系，请亲人们放心，我们一定为中国人争光，一定会保质保量提前的完成工程，回去与家人团聚，深深的爱着你们的全体老爷们。下面他们是每个人的签名，还有给你们写的心里话，给你们自己看看，给我看一看。这里呀、啊、就没提你一个字儿啊，啊没提呀、啊、你不懂，他们想家就包括想我在内呀、啊